P 图大师用力过猛，迪丽热巴我忍了，宝兔汽车就过分了。一，小哥哥明长得眉清目秀的，是一个标准的男子模样，可是他就有些不开心了，就想要把自己的照片 P 成各种各样，然而 P 图地图用力过猛了，变成了一只猪八戒的模样，这个真是很好玩啊。三，迪丽热巴被网友称为新疆第一美，自然长相有着沉鱼落雁姿色，举手投足也是知书达理，一颦一笑也是惹人动心，有些网友看到迪丽热巴那清新俏皮样，纷纷说又相信爱情了，看来热巴的颜值确实好美。有些网友在现场拍到离开 PS 后迪丽热巴样子，目睹中国最美女神迪丽热巴离开 PS 后颜值是不是很惊艳。五，这个小姐姐在大草原中拍了一张照片，看起来很有动感，对这张照片不是很满意，就想让 P 图大师帮忙 P 一个豪车，大师肯定不会让你失望，直接 P 了一个宝兔汽车，这个大白天还真是可爱。不过 P 完之后是不是觉得毫无违和感，